You better。 他刚是在跳舞吗？世界越危险，越要走向前。欢迎来到极限秘境。现在时间又来到了秋天了，时间好快哦！我觉得才刚从春天，怎么瞬间又变成已经中秋了耶？哎，中秋到了，好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又要冬天，又要冷死了。我们现在做一些附魔，我这边发现它其实好像有一个附魔台，这个我记得是雀魔台，魔法要20级。这个我记得可以把附魔给剥落诶、欸、所以这个应该是蛮实用的。我们开始做一下。好，这个应该不需要任何的书哦，但是没资格使用，我们先升级吧。我们先把魔法要升到20级，不晓得够不够诶、欸、技能我看看啊，应该还够哦。可是这样等级就消耗了，哇，已经消耗10多级了。OK， 有了有了有了，你看它的书是往下的，所以它是可以把附魔把它分解出来的，没有错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很棒的交叉附魔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些书，然后之前有一些装备哦，附魔装我都有留着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好，这有一个魔法保护，哎，没了耶。只能雀回第一个，这个只能雀一个魔。哇，那修补有办法把那个其他附魔拿掉吗？好像没办法。好想要修补哦，超级想要修补。好，这边其实我后来有做一个急救包，这个加强版的急救包，在这边附魔医疗包。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金苹果加医疗包，再加个眼泪，这是最强的补血包吧。那这个包它可以附魔，没有错，这个包应该就是消耗耐久去回血的，所以如果附上修补的话，那这个医疗包不就无限使用了吗？我们现在可能只能先附上耐久3，不过应该可以让我补非常的多血，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先附上耐久，这个应该可以让我补非常多血，我现在可以用吗？哦，哎，它直接有一个吸收效果，哎，哎，只有半颗星，多一个半颗星的吸收效果，而且这一次使用没有消耗耐久，不错不错，错不错，好用，哇，我们这样就随身医疗包。那我的我的鞋子可以附一下，鞋子先附好了。先附个保护，哇哦，好棒！耐久3加轻盈。我们现在做那个龙骨弩，因为弓箭它的需求是要敏捷，但是我敏捷没那么高。那这个我可以做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无限欸？哎，如果能附到无限，我就不用那么多了。耐久只有耐久，看一下，可以让我们瞄得更哎，快速装填欸，有点想要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把这个快速装填先给它附上等级5欸。那哦，可恶，前面怎么多一个耐久，我想说再把它拆掉的。我先去等一下，我去地狱，我去旁边刷一下等级，我先撑到30级。喂，地狱怎么龙之怒吼 Tyrants in the sky， 虾米做什么 sky 什么 sky， 猪人哦，打自己人哦！哦，哎、欸，他会打猪人哦！哎、欸，有熔岩球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我打的哦，哎、欸，不是我打的哦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没打你，你干嘛打我？那个猪人好活泼哦！有龙啊，双足飞龙！等一下，这是龙哦，什么时候？哦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有点痛，会破盾。这个我好像可以抓欸，哇，双足飞龙，真的有飞龙冒出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飞龙的姿势，这个我们应该有办法抓龙的款待，这包可不可以骑欸？可以骑的话，我就可以在天上飞了。再看一下，哦，那边有飞龙，那边，哦，等一下我头上，哦，不是飞龙，不是飞龙的，走开。
无事飞龙的请走开。都是地狱游魂。好吧，看来可能被刷掉了，时间到了就不见。欸，可是我记得之前怪物还没打，应该都还在。烫火药水灌下去，得龙龙龙龙下来呀，啊！不怕火了。哇，赖德被炸了。下来讲，有赖德是不见了。有他要飞上去了，不下来耶，到处烧耶，我走过的地方都是火，他就在我头上一起喷火来啦，战龙啦，还是只有我自己单挑吗？我会死会死会死，盾牌会挡不住，哇不行啊，我的伙伴没有来，下来，躲在这个柱子后面。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赖德抓他，赖德把他抓起来。哇，哦，抓起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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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哦，咬死了吗？还没有，差一点点，六滴血，还差六滴血，解决，解决，解决了。哇哦，那个伤害怎么好像很高啊？刚刚抓起来没多久就把它血量扣超多的，那我们要去装龙血，龙之血，绿血，不对，火龙血翼。哇，有五罐，有五罐血翼可以做了。诶，我们是要血翼干嘛啊？好像说可以升级武器，我要鳞片，鳞片，鳞片。诶啊，好像装血是不是就没鳞片啊？啊，对耶，沙漠那边还有两条龙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赖德！哦，400多，血量还那么多。赖德，你该做事啦！抓起来，对，咬他！啊，我要先，哦，什么东西爆掉的声音？哎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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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睡觉是不是？趁现在睡觉揍他！我戳，我戳，怕，我戳，没了没了没了！哦，哇哇哇，在哪里？吸血，吸得回来吗？好像还可以，我的头没事，头没事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需要更多伙伴，更多的盾。哇，哎，欸，二龙瞬间死掉。刚刚一直没事的，但是我身体被他咬一下，我就死了。靠我的伙伴，那边那么多召唤兽，打得赢吗？我一直被喷火哎，哇哇哇！这火焰范围有点大，跳到水里好了。我怎么飞那么高？我怎么会飞那么高？哦，他快死了，其实。标枪，火力标，火力标跑去哪了？再来一发，有了有了，搞定搞定搞定，标枪解决了，来不及抓他。哎呦哎呦！有了有了，绿色龙鳞还蛮多的耶！哇，这个龙鳞有33个。哎，欸，村庄旁边有龙啊！你们村庄盖在这边太危险了吧？我们要先把条绿龙先处理掉，又是绿龙。哦，它的巢穴就是跟村庄合在一起耶！哎，欸，那边怎么好像有一个？麻烦你小声一点嘛！这个石像是什么？感觉里面应该会有东西，我们把它拿来当作盾牌遮蔽物，然后引诱那只龙过来。我好像需要先喝水，哇，头会爆的声音。
啊，石像烧起来啦！哇，我的赖德，哇哇哇！等一下，他是一直在喷我火焰哎、欸，哇！这个没有抗火真的不太行哎、欸，我那个房子整个焦掉了哎、欸。龙怎么在里面啦？等一下，他在里面肆虐啊！不行，那个龙直接在村庄里面啊！不、哦、这好像比较小哎、欸，他把村庄给拆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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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被他抓起来了。哇、哦，里面有一只精英怪。哇哇哇哇哦！上面有看到记录点呢。石碑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记录有了，激活了激活了。那我们之后可以再传送回来。好好，那我们先回去做药水好了。回去先回去，光明的启斗士，回家。得来附魔。耐久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进阶火焰保护。耐久，好吧，都耐久，耐久也是要付哦。那保护四，不错不错，再来保护三，看一下保护三，喂，保护三就这样啊，等级不够了。那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去补充一点经验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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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个哎、欸、那个有一个塔，好，我们去打那个沙漠的战斗。哎呦，有龙，这里也有火龙哎、欸。啊，我刚回家忘记做抗火药水了。我打个塔应该不会打我吧？哎，两只火龙，这里有两只啊！它好近啊！你好近啊！我先进塔啦！哇，哎呦，金子瓶，升的好慢哦！记得以前都狂升、爆炸升，应该这个升的蛮慢的。哎呦，他好会跳哦！他刚刚是在跳舞吗？总有点在街舞的感觉。有够会跳的！哇、哦，怎么办到的？两刀一只，开心！OK， 都掉下去了，全部都掉下去了。沙轮机哦，没有沙轮机啊，还没有啊，轻巧，哦，一起掉下来，来排队喽，天降，好贵哦，他们是两个僵尸生怪砖吗？差不多了吧，有一些跑到下面去了，晚点再去看他们。诶，又来了，就掉去了，这么远可以打到那个洞，我怎么打的啊？这个进洞方式太强了吧？不好意思呀，哇，诶，等下我被炸下来了，诶，我刚刚爬那么辛苦，你把我炸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很远呢、欸。现在可以跳个三格高左右。喂，上来了。哦，里面有好东西。诶、欸、喂、欸，这是塔顶了吗？嗯，可是塔顶有王吗？还是已经死了？这诶、欸、这应该是宝箱了诶、欸、有一个绿宝石护符，但是它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任何的说明。火炬枪，但是不能使用。这个模组不让我们用。楼上是什么？我挖个洞好了。楼上有人吗？从旁边跳上去吧。哦，来了。诶，没人啊。塔底没人，只有一只龙。龙好近啊。
弄好近。等一下，我只是想开个宝箱。哦，这里的东西好多哦。哇，一大堆东西，一大堆哦，毁坏的锭，一大堆戒指哎。好，我们先全部都带走。等一下要包包又满了，再换个包。其实有一堆杂物，但是我来不及分类啦。先哦，经验值瓶有34瓶哎，这个我不就开心附魔了吗？啊，这统统带回去吧。好，最后舍命跟他拼一下，装个水。好，看一下双刀流来啦！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怎么还活着？我还没准备，哎、欸、，BOSS 下来了、欸，哎，那个才是 BOSS 啊，战斗傀儡 ，BOSS 在那边。我还没准备好啦，搞偷袭啊！哎、欸、，BOSS 傀儡，哦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被龙给炸下来的。哎、欸，飞起来了！哦哦，打死还会爆炸。战斗塔，哎、欸、有钻石哎、欸，八个钻石哎、欸，好多、哦。我需要水。好，所以打这个 BOSS。钻石也是给蛮多的，然后那个龙，那我进来准备一下吧，你就正面来，正面打龙，只要他可以让我一直砍得到，哇！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冒险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哦，我现在好适合圣诞节哦。我们今天大概又死了几次啊？应该是超过十次，现在是158次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